叶师傅，风尘之中多是性情中人，今天是你出头的好日子，哈哈，兄弟跟这里同仁，奉听来祝贺你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，灯叔？小意思啊，千万别客气啊，请。 问哥，我们几个小辈代表全体阿姑，来贺一贺您。好大的阵势啊！三姐呢，是我们金班跟人里的头，会点八卦掌，想请问哥您指教一下。请。 三姐，试手而已，用不着拆祠堂吧？哼，祠堂拆过无数，没什么稀奇。叶先生，八卦手黑，小心。多谢。 叶先生，今儿个是喜事，兄弟代表账房先生，贺贺你。行一拳，奉岳飞为祖师。所谓脱枪为拳，钻、劈、横、抛。 春听巧，好功夫！你的半步崩拳也很厉害啊，叶先生，过手如登山，一步一冲天，行一拳霸道，千万别轻敌。我就是想见识一下高山。嗯，有点意思。 分定寸，红拳。我打杂家的，你可真够杂的。杂又怎么样？能打不就行了？人家公家64手，千变万化，你们咏春就3板斧，贪绑缚。
你这穿炮仗不怎么响啊？那又怎么样？我什么岁数了？拳炮少壮，管他什么宗师不宗师的，追风赶月别留情。你一定得想。多谢各位前辈指路，祝你一战功成。请。